挺期待的吧，我觉得希望自己还是打好每一场比赛，然后拼尽全力不给自己留遗憾就可以。我也希望我们中国队能够打出漂亮的一仗吧。我觉得路途上还有一天吧，我觉得整个来说还有一周才会比赛吧，所以自己整个来说还是按照节奏去把握好吧，然后到了之后时差包括身体吧，我觉得还都是先调整好。还是很兴奋吧，整个人还是很兴奋的，就是一场一场去拼嘛，然后做好自己。